不是了，你要扛呐？我来拨你的。几多年我你学习再来测试给你的五十了郭鹏宇。五十了郭鹏宇，要啊是不五十了那么阔，宇宙是鹏宇吧，这物质吧。五十了哦，同事之间呢一次工作，超过要那个胡先生三个莫中来要的。先走可先移先急，数字区要跟你胡作鹏递了一把。一的是个先走呢，要我国务必动，可递及先移呢就叫房子，不得呢啊那你都是个。不过先就拿八给五年给了嘞，日车呢就第二次提。给你找个电价格在求日呢是机械仪，可怕去说的电价格先用。电价格指的是都好适应老空格，动修电能有日杂。先就可先移先级本是八几年加一五福子那些的你能啊差不多。那么先移给本是八几年工作被过努力，那么一对是个对生词多地级。那么要你呢先以要我国务防备的问题和我们的员工要交房子。就是那个时候有人问你帮的地雷是不该让你把一该让辞职列该让阿刚了一起辞，然后给过列该让辞职给阿刚了辞职，有阿兄在第五行该都地职诺可给过我地雷要我该让辞职给过自然能我慢给自然能做给过。你应该让辞职你喊你阿叔那个要喊给嘞写辞职报告写完让他们直接就走嘛。谢一瓜谢九女人的是走修养工作的，穷极早了以后呢的话让错过够累我，那么还是呢谢九要一级阿国给你有如果一日子加息日子加十年日子报告，那么谢九要每一天五点给你扩个八十里。让我写辞职报告他的语气有点重了，我们平时关系都很好的，他怎么重？他语气是有点重，然后我就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我也有点害怕。我就打电话给我爸，我问我爸事情，我爸说你把他电话号码给我，然后调解一下。找他去过给阿爸的礼物过，光吃不给。你有没有欺负他？老欺负他呢，就是我们在，我不是叫他过来，我吃完饭之后，我叫他过来写那个辞职报告嘛。然后婷婷说不要写，店里另外一个员工说你。叫他先不要写，我说你先把他写了，他说不写了，他就出去打电话了。能学工作到的碰见夫妻上的日子，那么这位阿爸呢该多一阿家嘎上的屋，拜托你先叫那个阿爸可先一点的屋里能干你学和国务多重啊，是国内把你考试。我把这个情况跟他讲了，他给过你找苦药，你呀赔我这什么什么什么误工费什么损失费给弄过来了。我说你这样子告到劳动局也是没有用的，录了行的录了给你录了给录了给你给过你去地雷党党了，当天找你赶紧解释了，找哪里有你一点的。我咋张那么地方做啊，谢谢那个把有勾到地里得谢意谢机呢有哪来和打跌，日谁给谢意给米来和叫家来谢机给谢小来和爷来给我给的话跌戏。哪里打着了就那个时候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嘛，就这里一块是肿了的。他爸爸来了就打你了？对啊，直接过来。你有没有还掉啊？一是伯父他掉啊。湖南一个十二个四个等这里的女子卡带一个呢，你给四个有自动动修该熬过啊，洗洗我你大姑娘下得的。那么得对外户社你要能够是个人说呢，外哈该谢酒给那个阿爸该扶持外当家了都等上呢，我给你记录吃的。妈呀，把你是站着都学过两趟上次黑的。过了春节我们不是全家回家老家了，过了春节回来刚刚回来上班有点刁难。我一开始他是做收银的，收银的工资高，工资高你他身为店长过以后呢，现在收银不让做，让他去做收银啊，让他这个女朋友直接做收银。做收银呢后来他就你看我之前我的工作你不让我干了，直接让他去干了。他们那几个工友呢，也就有点替他打抱不平，心里说你的管理方式不对，怎么怎么着，反正他五个人同时，都对他产生了矛盾了，产生了矛盾以后，他说那你们几个要不行，你们几个全部都辞职，我明天就不让你上班，你们都一给我打辞职报告，你这个打辞职报告你。谢九老八卦，第零个能带谢一个过来我父母，日子呢无脑自动呢日子一个，
是县医接给你的电视这报告，那我是个走户，是冤家的。别管你是店长，你是经理，你这让别人打辞职报告，你这个有劳动合同法，他们签的都有劳动合同的，对不对？你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女儿就说，她让我逼着让我打辞职报告，我说你暂时不要打辞职报告，给付我付懂法律，我付懂了是吧？我说你暂时不要打辞职报告，我说你把那个店长的号码给我一个是吧？我跟他沟通一下，我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他把号码给我一下，他在电话里态度比较强硬啊，说着说着骂起来，他说你爱走哪告走哪告去，你上劳动局告去，你随便到哪告到哪告去啊！这个我听见了，我心里就不好过了。好，他就这样给我一个态度。那你就打他了。后来我到了店里，哎，我一开始是我有点不理智，后来动手打了他一巴掌，后来他来。所以说呢，你这一巴掌你打得不对，你像他们都是小女孩，我以为他们还是十六七岁。不是，你这种处理方式不对了。我们在你店里，那个时候。他还是拿收银的工资，我有让他拿收银的工资吗？根本就没有。那你为什么你这五个员工都同意的？为什么？他自己要做餐馆的，我那时候问过你们多少啊？我是问过你们要不要做餐馆。不能，你一个没事，你五个人，他五个员工同时要离职，你有这就说明你有问题了。你有点先听我说，对不对？先听我说，你有什么权利让别人？是我让他们辞职的吗？那你逼着让打辞职报告的，你那个经理那个打电话给你经理，是不是要辞职？张叔是不是说让你们五个人？那你为什么让别人解除你劳动合同呢？你经理都没权利解除你劳动，你解除劳动合同可以，你把我的赔偿金给我。谢就来给他把你说一句。一直也是大姐的县议是变成国务一门也忘得，不过县议国啊，国务呢是县就给是虚的，那我忘得。那么我一国副官要那忘得，你动手点人又是副代，这才县级县议无有戏吧？那个日国家记录只哪能改举呢？我应该吃甜。这是我们的误会，我们不知道大店长的那个。好，你等一下听我说好不好？可能呢，就像你说一样，可能中间有误会。还有一点，你说如果说他安排他收银，你觉得不合理的话，你可以向大店长问，你说是不是啊？如果他做的不合理嘛，大店长也会批评他的。哎，还是他收银吧，其实都是小事。我觉得你作为大人，你就是不应该，是不是啊？他们都成年人了，自己的事情解决不了，还为什么去打工啊？孩子，你说是不是啊？像你说，本来也是好好的闺蜜，其实你两个闹别扭，可能一下子就好了。你说爸爸一插手，事情搞大了，你说是不是啊？这样对你影响也不好，你以后到哪里打工，谁会跟你交朋友啊？就是他老爸这么厉害，一过来就把人打了。这个是这样啊，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我们治安处罚法方面去讲的话，你这个一个就是双方殴打已经是有违法行为在里面了。你作为长辈，你这样怎么行啊？对不对？你应该是劝架，你把他拉开才对呢，你怎么还介入这个事情呢？对不对？你过去是解决事情的，你不能还把这个事情还更搞大了，这样不能动手，知道没有？动手了就不行。对，啊，这个先叫那个八个人娘是你该日鬼要来做杂务，那么几个日鬼养多了，只哪能解决你？小姨姐先叫那个小西给是你先谢姐和谢姨的去。跟他两个好朋友说，对不起。握手，哎，对，三个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呢，以后都不要冲动啊。哦，这次也是吸取教训，教训。什么事？阿姨刚才跟你讲了，我自己也要冷静。三个都是好朋友，你说是吧？以及谢九和谢姨两个呢，挤了一桶。那么我的国家是没沟通呢，我要给啊，在给一次个事故当中呢，谢九和谢姨。啊哟，互动程度的游戏，那么现在那个把你阿女呀败给老爸的一个钞票。我真的没钱，有钱我会多给你。好，叔叔对不起，好吧。又没钱，别那么嚣张。这老师，这个是中叶山茶调和油，质量保证，口感好，送给你啊。给日国人了，让感觉。我要。如果要你的，阿爸是好朋友，那个分。给个日国，给你一张是感觉我。不过你来这些物事来学给你啊，要我对生意我给你个日鬼一讲感觉吧，这个头脑阿特冲动，这样个日鬼在这下给是找感觉，你个头脑得能掉，得能是附带的，你阿要付出的。
本于宇宙，要为你上边的生日给支持。错过八木戏，让大家你别漏走的人。找工队的一等家大玉玉们，我来找去每次楼家高，当家高，错忙家高我忙阿家死害。妈妈是能搞自己，不在自家吃冷食。冷水之家，无锡家父母，做生计，滋养吧，不本于。本于宇宙错计，我你做家努力。给你个杀女人二次呢，东村女子带队我等初级的消费别种呢，做去你点证。那么是这里搞的，是你过三个别种在市里即将一个五年那个日搞吧？但是我要买多个绿卡，要给就人选你晓得，只要你。该等收费，还是多收我？昨天提过交通部那个证，只在说铁路宇宙南站对五等车间来参加。上个副市区改红了个日期，但是财政的错误呢，预不要错等的。只在有工作人员部门了解嘞，给了要等错误呢，从一千五改，干买那个错路的呢，达到三千处次。浙江给了你啊，讲义区域闹错误。切勿让子女哄哭等自己女处理在可能的意义，结果在可救母往家对去。就是说，很多的这种车辆停在这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都停下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收费比较，容易能够接受。就是说，所以呢，导致了很多车辆在里面占用车位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考虑，就是说，他把这次的调价调起来，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说，就是说，一个嘛，就是加强这个地下室停车场的这个流动率。还有一个嘛，就是说减少这些僵尸车辆停在里面，因为那些车辆停进去，其实是把这个公共资源占掉了。三个别种市也要二十个角度以内，最高的消费别种得政府四人，前个二十个角度，每个角度各五个来自，二十个角度得十八个角度，最高的别种消费是六个，若十八个角度开始，每个角度与五个的来自负一样，机制灯火为产生的各样的费用。就是说，我们这次的调价哦，就是对于这种短期的，这种旅客，其实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然后对于长期的这种旅客的，调价，其实影响是可能会大一点。所以说，我们这边也是比较建议，就是说，如果旅客有长期出行的这种，需求的话，还是建议你们是乘坐公交车或者是出租车这种其他的方式来出行。这次说等初级的收费考试价，工作人员呢正好。开出在口的处置合伙宇宙南站对五等车级等初消费点证通知，可给了各点证的日期。自然以外，要上级事业一改来吧，工作人员呢已经开始呢派货通知大吧，在靠此呢啊提出消费点证的公告吧。但是人家还要来楼卡呢，晓得三个举动，查些各样的等处费。子女财儿是对老财的三家五三人，那么给你的子弟是养得多十分。为了养吃日本在无我多十分的脚子用过于如意的举办多十分加这无我方家长来把你摸给你上戏剧舞动是日本戏剧的西家之色说用过于王湖中山国际的多的在空中山以于为了不及于以及人去为中山的意思呢，以及免费无大功能力需要吃许多或或高的多十分的戏剧之力以及国家自然能服务多十分。店里面买那家是五十克哟，旁边那家是五十克，快差过一盖，一个买的哟。是他都外养吃现干的麻薯粉，另外五呢，那边另外哟，那个的呀，快差过五十克。要多些都是问下的个先生呢，我弟弟能够来。看一下来来学呀，来来学到。大姑娘下的是男的学啊，学到给那个能。在日本没是个好弄，给大姑娘我下的嘛，要本老本做一做嘛，剩下的嘛，你讲。日本生产个女同志狂的这些歌啊，给你三多十本，人家上边呢三多十本的人越来越多，能够要给五五养带多十本的苦苦需求活动，带大姑娘呢我要帮助。都没有看见糖尿病这个项目在这里开展的，他们国家对我们的老人家关心嘛，叫我们保健身体健康嘛，挺好挺好嘛。多士本呢是一座慢生本，就给这多士本另外连了廿五年的通知显示，我你给过多士本本人总收入也得四个亿，养生的多士本呢达到六点六个亿，
为你改过能改已经切过样头任务谁改多十分给他也大概只哪能我是多十分任务公众改这个节点平时要经常要检测哦，特别是老年人要定期检测这个血糖哦，那么血糖太高，那么会不好的哦，所以饮食上要注意，多吃水果蔬菜，肉啊鱼啊蛋要保持平衡，不要吃的太多，还有平时我们这个高血压，的嘛要少吃盐。一天不能超过6克哦，要控制饮食这个甜的食物，还要戒烟戒酒哦，要保持心理平衡。连龙一路预计公路热车过江西，预就在认识年初三年做一些动作聚演。那么我预计国家队伙找来个30岁代表队，连把老人们的九年热车运动员凑个背身。杨武林罗武拉泽日爱出运动员的老爸虎属武林的开启阶段经过四个多的角度属武林学大最终沙东带的浙江边和连阳带的大公路方便你渡开女子走步在宫内认识年初三观众和女子走路在宫内认识年初三观众据了解2016年预计公路日爱出观众时方便在国宇宙湖南上野市区国队一沙闸宇宙年子的一场是退休局胸腔次刺激张红国啊宇宙上的背水一桌年方改让之日水仍是年初水可能大周水三个多月就退休母年方便是女子二公里改让之日水女子四在公里改让之日水女子六在公里仍是年初水女子八在公里仍是年初水可女子一八八在公里大周水女子一八二公里大周水记录给了年外数字我称给阿多沙用过的女子国在外外的当区域可以女子一把步在公里大走势女子一把你公里的大走势至于上上一个生意的是你心里那么的发扬结果是啊买的你 TCL 的空店有时约一年多的时间你去过几把那么就要五个五小长于你找给那些啊些个给五笔吧那么结果啊发现我好的谢谢我离空店去说来人也是你的侍女我只是与上上给生意的同志就是与王勇的次地里呢买的 TCL 空碟约呢总之约一年多了该空碟呢又要过期那么一个有利于 TCL 空碟就要维护的维修人员2015年出行问题我过来叫他维修拆开一看这个机子是旧机是2012年12月份生产的是你个空碟的现场日子可现就让与干也要取材但是这些的空碟修好没有多数而不给空碟呢就必须于过期维修人员呢，啊，都次找给他屋里修，给空调又是修不次。出行问题，他就派了一波又一波人，前五波根本连问题都找不出来。我就拍了个视频给他，这视频拍下来给他看。我说这个机子怎么用，晚上怎么睡觉，拖拉机一样。我说他后来又派了后面派了一批又一批，一批又一批，问题找到了。现在换了压缩机主板换了以后，我开机开不起来了。马来巴是一年多的空调又能复合了给我必修呢而且无迟那么给生意的同志闹把火得给日管理是日语日记搞到管理部门里打无数工商所说叫我去拿什么维修凭证受理单还有什么都要拿过来我问他他说不给没有这些个白给生意的同志在那马给空调给王勇的次忙日部里呼一个地里一张马便宜碰把空调吧地里的物价上啊高啊，能家的地面宽裕那个房用的次呢，老上无介意。那么自己的老板一百个生意的同志呢，在那日语时，自己搞到管理局的语言书。当时向我们这边反映，这个客人就是说修理了8次，修理8次，但是我跟那个邵先生联系上，修理是必须要拿到有修理凭证，才算一次修维修，结束。2次以上，如果还是修理不好的话。客人是可以要求换机维修大括维修的日我生事业呢维修部也摆出的那么维修部主呢符合的地主给你打住呢直接说日语日记搞到管理局预约书的185工作人员在给你的博士物买离异了你 TCL 预约就要维部的工作人员有找到有谁有哪找的有哪找的你杀伤的我们再找的再找的这里有我们要找的我们有找的有哪找的遇见差棚沙波有嘎个举人
擦棚这里在北子对面三次午休，或者呢是一次午休的时间超过一个月呢，擦棚还是修不好呢。那么根据西家护理药物呢，也叫跌伤子。但是午休部工作人员果是呢，找给他修忙脏不对，那么是复数午休的次数。日这个深夜的同志呢，啊，百无取据推午休次数的西家本真。不过啊，再讲一次午休人员找给他修，空点呢老修好。到现在还修不起来，修得起来我还好，修了一次他说再继续修，修到后为止。他最终的目的他是想换机，他知道我们做服务是没办法给他提供机器的，所以他就不联系我们。然后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机器卖出去这么久了，不是我们售服不给他修，是他不愿意修。木易 TCL 的教务委已将预办你另外一股午休部拨给深夜的同志你修空的。如果在居等的时间，或者呢是午休次数对满，空点晚休次，那么日与日期，加到管理局协办部的工作人员，给来过啊，来通过各家的对账，再来服务协会这个维护局的。嗯，该记录好大功能，过能晚次日个。一零年来老母来表达过一个年时的奥黑高兴，写节省一把血本的日个。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啊，要多谢多人呢，我才会拨入几个成年人，我给送给你一上口。可是我张西给你只念一次他给帮了这个机构技术高兴两人也是你他给要被盗用了的送鱼类做了次是在生发续本连你的日子他给作为西江山被护理那个他给本身这一笔复活他给一笔复活加这周护理贴他给他家是吃乌路吧一些过加西几日家给三岁路口只要通过贵水医者修药吧，搿只修药加搿只买的费用，带给了古董找的过由贵本身有付开。节目播出以后，要他那伙个女生子们和工业团队，我通过栏目找了电通列个张希尔的人说，自家能够去往来，给了我女一波个一波。就是那点不丢人的啊，给你安定过，你那个买一次本，你就是回家吃的，那我那个就虚实看见你，是这意思，是不是？啊，一码的，一码的，一码的还一码的。哦，要市场最要的，最下的，下的，去查，好，查去，查去的，啊，辛苦。哎呀，何老师，何老师，过来，趁着吃了你的表弟过来跟那个谁们，我国家国家那个亲戚那些嘞，那要这些国家嘞，刚刚个，给你下的，学的吧，啊。真是，来就吃这个吃。我这边就是来过去的人，给你送你一麻花的，喊你拿洗儿子本。我来是我你拿洗儿，属于来同意思过，这家也派有意思之列，专来客户呼吸正能力。是这样子。张洗儿给阿爸过，洗儿来那个人说话是蛮有能力。以前来那过来钓那个娃那个汤池哦，公公啊和那个。小油就没人家来干这个事。小油是那个老女王，我讲自家发展那个女的哦，一时两下等偷偷贴哦，要和那人拍到你最好哦，当个万一你抢了，这是最上跌回来的出路吧。是的，嗯，应该是个古老油，河南油是最好的资本家，就是这么说。是。说最后多钟，张先生把矿来过。该姓是个身家开落的人，给带自己本还是蛮乐观的。给下对屋里的人说符合，啊下对自己本人蛮强。包括屋里人西边人家，还个有一只辈子开落的脚腿，还个又是夫妻和屋里人打上过，写了八卦。你让下对给他找来，包括要来帮助这个海上人见面，还个有一只方法的，一等家的海上人联系火车之路，一等家的给过去日子。老人还是问那表达病那很伤人，然后负责问你个病那很伤人，不可能你还你还人家晓得该不好意思。啊，先问你可能五年给退休什么些的，将来两家保护十万元呢。这才跟你约出来讲，今年几月就来两家嘞？今年的第一阶段，宇宙空国靠宇宙日本汲取力大幅度增长。2016年第一阶段，宇宙空国靠宇宇宙呢逐年去。在江的废纸不包色彩故事昨日去的江上鱼是在马沙七四八我才让吃呼吁要正确给我杀你可丈夫就日本要努力该多种福晒的本土医生一例北斗本土医生一例加上 HANA 的老狗一例也让老狗杀你西北教你同志呼吁要正确给人杀了你
长期帮着产楼的菜，给多种医务用足的主药都去在现场做一个医学巡查和体温监测，因为他的症针对他的症状还提供一个官方的一个免费检测，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排查。宇宙纪念及有助工作人员说，研究队通过医务用足呼吁要正确的让上楼里及总收的帮着老菜的交，但是通过楼卡自动上百户一居日本的团是沙里格雷德森在向给楼卡，如果要退于是正义上退服事务的那个证据让给你自动上百，在碰见你也义务用足那个日期啊，让给你内上配合。要楼上去无需举步狂的老母的走开几个楼上去热区和那个本区活动那个我是大上的。那么我们外带你在日本五路纪念乐舞仍在协商将你用戏一在获了一场当五个活命变异都去给这区和那个特别日子怎样进步。那么今年啊我们做这个两岁五南国家的水热热区的差哪没小南国家的水热热区的开业呼吁来要给隔壁人水许多有水的来都查这又是县区的另外的人员这一区工业活动的最佳筹划者给个名字叫查拉麦。连龙一四年县区的泥岩洞的老屋的护道事故的呀还给错阳盲中读书读就此没当当。泥脚的样式县区的整体样式可无色瓦匠。无力改变能够是个教学给有自动启动呢得给累啊得给累次合理。我老屋给得能二者的拉在那门市样啊当我还比那么求西求的那个。来的能够是。然后能够做一次能够是。我那个先去那个里找的吃子你那老我就吃过你那老我就吃过。刚刚做吃以后呢刚梦一列动啊能够 OK 死。哇大头给吃一个高多做吃能够能够给你啊要一个要列动 OK 死能够不我们挣了吧。在查拉麦的大龙屋门里大姑娘啊五个这个我们吃姜先去给自托个劳动给了五十四姑娘五的给雷吃木多喝。那么这屋你五位的人鱼啊查拉麦给完那几盖子可去女的公主。在大姑娘的样一多种啊给是一个啊你五的被一方啊的跑来逮捕约得先去给几十多种。那么这个可以是你你上你自己自己无买写去给盲密的一生的路给人日母无意的当来日给你无一次一次无给我那个五十钱那个五十钱中央一个中央的一流水八年那个是非叫路云那种那不会叫五十五年那个就拿这种那个是我就拿个你路云阿飞的话我能叫你对你身体呢这些都要我写去的我会但以后的叫呢查拉麦是一个地皮加上热区事务的人，那么在热区的各个活动当中啊，给物资大概每年的热区居民对别外年给中日年代区的都是都给表决的意见。那么给我是一个你们点加油，冷水之家家伙虽然你莫讲或者你交房给我，给我为自动的呢，就可以拨给你点加。冷水的桌子后呢，我你可能当我比谁阿尼话好嘞，我你个早去给那一个一亩，我你个该先去早去，那可能我能和那一个是吧？该那个我你反正呢啊，得来修了啊，要你如果呢，我你可能这不亩九年是养鸡的，该给嘞呢，我你国家还是帮忙呢，这帮忙网友做呢。那么就是以他这个形象，他这种精神。就带动我们各个小区的一些就社会组织这种发展，还有带动我们小区的一些好心人更加参与这一块工作，因为我们小区的很多的这个爱心人士就是在他们的感染下就是做了我们小区很多的好事。记录扩大功能国国提示忙接央要上午忙接个鱼都是在沙子人的今天跟阿子不扩不是来扩大功能扩大来忙接阿西罗阿子不不是来妈妈我隔壁人是我做吃错你要看人家去你要得了么你再遇